公共区域堆放杂物，沟通无果，最终一招解决。最近我家隔壁搬来一对老夫妻，自从他们搬来之后，房子门口总会时不时的多上一些杂物。后来听其他邻居说，老太太经常在小区捡纸箱捡瓶子，想着老太太也不容易，这么大年纪还捡破烂挣钱，我也就没有过多在意。谁知过了半个月，这种情况越发严重，门口的位置堆满了纸箱和瓶子，完全看不出来家的感觉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家是收破烂的呢。然后我去敲隔壁的门，打算和老太太好好沟通一下，可能是老太太比较勤快，一大早就不在家，就这样每天上下班路上都闷闷不乐，整天为了那些纸箱瓶子头痛。有一天我早早的起床，赶在老太太出门前敲她家的门，不一会夫妻俩就出来了。阿姨，你这些纸箱和瓶子能不能不要堆放在门口，这样门口味道很重，而且还不美观，天气这么热有安全隐患。老太太也是明事理的人，嘴上说着不好意思，回头给整理一下。听她这么说，我也没有再纠结什么，就这样清静了几天。我把家里里里外外全部打扫一遍，然后通风散散味道。后来有一天周末，我洗漱了一下，准备去找小伙伴玩，刚打开门就看到了门口的纸壳瓶子。接下来又跟老太太沟通了两次，可是每次过一段时间门口就堆满了各种杂物，实在是没办法，我只好找到物业，让物业和他们沟通。物业说已经和他家儿子沟通好几次了，老太太每次都答应不放门口，可是没过两天就又堆得满地都是，而且他儿子就是户主，物业也不能拿老人家怎么样。这时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个房子是他儿子的。老太太也不是靠捡纸壳为生，而是纯属爱好，闲不下来，一有时间就去走街串巷收集纸箱和瓶子。由于是夏天，天气比较热，这些杂物散发出来的气味熏得我头昏脑胀，而且招来很多的蚊虫。每天晚上下班不想回家，一个人在街头喝闷酒。突然我灵机一动，想到一个好主意。那天晚上我趁着夜色偷偷溜出门，然后将门口的纸壳瓶子一波波地搬了下去，放在了垃圾站。第二天我还没睡醒，就听到外面的敲门声，打开门一看，果然是隔壁的老太太。她说，小伙子，你有没有看到门口的纸箱瓶子？我说没看到。后来老太太又找了物业问，物业本来也不想让她放杂物在楼道，所以也打了马虎眼。就这样，后面接连几次，老太太每次将纸壳瓶子放在门口，我就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将她的纸壳丢到垃圾站。自那之后，老太太可能明白家门口的纸壳总是会丢，所以她也没有再把杂物堆放在门口的位置。